哎，这样这个人好像是旅行者，被当地的村民关了起来吗？总之最后应该是这个说直接死应该是渴死啊，但是我估计就是直接就是没有，估计没有吃的，他好像一直在吃老鼠。不过这边倒是一个烤箱，非常古老，有点像。我猜这个地方可能像是俄罗斯之类的，这个烤箱很让我想起一些俄罗斯电影中看到的一些烤箱什么的，非常古老，像欧洲就是欧洲那边的烤箱，美洲这边的烤箱好像不很少啊，或者说是太古老了嘛，我不太清楚啊。而且之前在金院中看见很多的一些信件什么，都是说是以俄文写成，这个并不。天哪，这是哪国人？他的英语说的好玩。这样之前我们看到的，那个地点在哪里呢？我记得好像是沿着地图的角落啊，好像是这边。果然，哎，NPC 呢？不好，跟丢了。这是什么？这好像我们之前打死的人。过不过来？钻这个。这样，我怎么感觉？我这是从哪儿来的？哇！先把这个人干死，然后克莱尔，咱们跑。什么声音？怎么？这个有点不太妙啊，一个大腐男。有用吗？我是希望能把他。好像是硬直了，赶紧上！我好像没有反应啊，有点不太好。我知道现在我太节省弹药了，不过应该没有什么事儿。那儿呢？哎，不好，这边还有人。这样估计我要转移阵地，我可能跑到这个梯子上来吧。估计我知道现在是没有后路啊。我突然又改变想法了。因为才发现没有后路，还是非常危险的。我好像后边有人，还有 NPC 也是比较。还有人吗？好吧，这样大家稍微等我一下，我这边的武器啊，算是有点不太，啊，没有，我先把子弹上好吧。这样，我们先，哎，就这样，我看一下，刚才我的武器切换也出现点问题，我看一下，我一号键是手枪，二号键是散弹枪，三号键是冲锋枪，好的。这样只是进行确认。另外，我们两边的 NPC 们好像不需要加血啊，这看一下。毕竟刚才我的武器切换是出现了有点混乱啊，完全是不太清楚该。好像地上有一些这个东西可以照掉吗？我本来是想给大家看一看，之前因为毕竟之前是。还有新的敌人吗？不太清楚。那这个敌人好像一些没法进，哇，好大的声音啊！没法进入的一些房间，好像是会刷出敌人来。那地上的一些有点类似于是肿瘤之类的东西，之前我也是在地上发现，我是一直不太清楚是干什么的。本身是想给大家看一下，结果其实干什么的我应该是知道的啊。之前的上一期的视频中，
我是在做后期的时候发现，好像是我不太清楚，它是一个就是好像你在地上放着不管一段时间后它会激活嘛，有点类似于地雷的东西，好像是用手电筒可以给它照掉，不太清楚是怕光吗，还是感觉有点像四代，四代中的啊，有人的声音。这样先用 Claire 了，有人吗？我们先用 Claire 啊，因为我听见了人的声音啊，在这里边。你好，还有人吗？楼顶好像没有了。这样，这边是我们的任务品燃料。Let's bring it back to Gabe. I managed to trace the bracelet transmissions. They're coming from the north, someplace high up, if I had to guess, because we're getting full bars. Yeah, no interference. Nice work, Pedro. Her location might be the key to getting off the island.这样也是比较有意思啊。说我们的这个手镯，他之前也是在研究，说是来自北边。像地图，假如地图是上北下南的话，是这边那个高塔吗？之前我是看到了，非常的什么声音？可是非常醒目啊。也说是肯定在一些比较高的地方，因为可以看这个地方也是有探头。这个可以射掉吗？好像不行啊。那我只回来看一下，我们因为是多了一把武器，这样射速等级我觉得按到这个把冲锋枪上真是没有什么用啊，火力70，手枪120。我是没有选择，现在安一个宿舍好像是不可以安啊，这段时好像是手枪、散弹枪、狙击枪跟麦格农吗，好像是他不能撞，毕竟是一把冲锋枪。这样我知道可能有些人觉得太浪费了，这个不装上，可能有些人选择会把其他一些武器的部件给它等于是换到冲锋枪上，然后把这个宿舍装到其他武器上，比如说装到散弹枪上，但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必要啊，我估计就不装了。我回来只是看一下我们的物品栏，这样没有什么事了，我们去把燃料给我们的 NPC 吧。另外我有点好奇，燃料现在是在我们的 Mora 身上，我们 Claire 可以给吗？好像也可以给啊。Work, Redfield. But I'm surprised. Now it's my turn to work some magic. Greasy chopper repairing voodoo magic. You have got to be kidding me. It's the overseer. She's luring those things right toward us. But that's not fair. What do we do?你好。这样，我天！天哪！还有，我是之前玩的比较仔细啊，说是好像是这个在，哇，还好。不好，我怎么感觉这有点像四代？天哪！果然好像像四代或者说是五代的第一关呢，我们什么声音？
这可以肉搏吗？于突击中存活，好吧。哎，我怎么觉得？不好，我觉得 NBC 的这个天，获得一个成就，但是实在是太紧张了，我实在是没有功夫去看。这样前方的两个玻璃已经被突入了，我要去集中去守这两个玻璃。这算玻璃吗？栅栏啊。死掉了，还有人吗？感觉有点突然，哇，这什么情况？好像是，这怎么办？Mora， 过来。那边的我扔了一个，哇天哪！好吧，刚说我说扔了一个诱饵瓶，怎么什么用都没有呢？哎，这是。这，我这个 NPC 的智商，好像不太对啊！我们不能上楼啊，楼上只有一条路线。哎，还好，谢谢。哇！我的问题啊，完全是没有想到这个怪，我有很大问题啊，完全是离得它太近了，我以为是通过，散弹枪的射击可以让它去。哎 ，Mora， 天哪！哎天！这样。我们动用燃烧瓶，我不太清楚啊。我看到了一些眼睛，这个眼睛呢，什么情况？好像是一个现实的。我们这个 NPC 的，我听。
我们这名 NPC 的他的手镯好像是，我天呐，幸好换出了散弹枪。他的手镯好像我看好像是绿色的啊。另外我们，哎，你是怎么上来的？我们把这个人杀死有没有什么奖励吗？或者说是成就之类的？主要是我现在的弹药不太多啊。嗯，我觉得还是不去了吧。那这边有没有什么隐藏物品？好像他们上不来啊，除了。我觉得还是不去了。我刚才只是看一下屋顶的另外一边，因为这是我们要逃跑方向。我猜可能游戏在屋顶的另外一边呢。我们的猫怎么跳去了？好像是 NPC 的智商有很大的问题，这样希望他一个人能跑回来。还好是跑回来了，需要我们帮忙吗？这是什么情况？艾塔回来了。快点，天哪！NPC，发现这个作战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辅助型的，一个进攻型的啊，我们的两个角色，但这边我们是需要在那边等吗？还是啊，好像已经开开了，天哪！不好意思啊，这样，刚才那个电锯啊，确实我不太不好。这，Claire，你们要，哦，好像是要抬起来啊。刚才我是产生了算是定向思维吧，我看了一个叉子，我以为是我们需要电锯或者说电钻嘛才能进来，结果，哎，我们另外一个 NPC 呢？哎，他人呢？什么情况？我好像是游戏在进行存档啊，所以说又是卡了一下。啊，好像他在走到前面去了，城镇地图。Irony sure.
dick. Moira, I don't think you actually met Neil. He's our boss. Neil Fisher. You're Barry Burton's girl, right? Do me a favor and don't put Barry and me in the same sentence. What is this? 哇，这么大个。哎，这样刚才也是解释了我们的另外一个 NPC， 他是直接啊，是太害怕，结果就变成了怪物。觉得这个设定也是挺有意思的。我，哎，啊，哇。The overseer might be inside. I say we go find out. Bad idea. We should wait for dawn. By dawn, we might all end up like Pedro. The clock's ticking, Neil. 好吧。像刚才我是突发奇想，说是这个游戏就是等于是会根据我们的恐慌来去，等于是做出反应嘛。我说怎么突发奇想呢？我是感觉，哎，等于是我们玩游戏的时候也是可以，比如说有一个芯片之类，可以是测量我们玩家的一些心率什么的。哎，将心率过快的时候，可能我们相应的角色也会做出一些反应之类的。我觉得挺有意思啊。不过只是随便说说。这样我们看一下我的物品栏啊。换成克莱尔。好像是我们投掷物品可以去进行，我们按Wait. Okay. 太对了，我们要是按 F 四是可以啊，我只想去啊，好像可以用滚轴啊，我是想去切换，刚才在战斗中我发现不太能太好的去切换，因为需要按住 Shift 才能进入一个投掷准备动作，可能这个样子。我估计准备上右耳屏吧，但刚才我发现好像右耳屏没有什么太大作用，是我的错觉呢，还是什么呢？好像扔过去敌人对这个右耳屏反应不是特别大，不太清楚，是因为我们离着敌人太近了，就是敌人的仇恨在我们身上，还是说是我哪里使错了？哎，什么东西？哇！这个，哎，克莱尔，哎，怎么去追摩尔了？这是猪，这是狗。天哪，这是猪，这是狗。看鼻子像猪，但是动作像狗，好恐怖！这样就是猪狗了。我们现在散枪弹药是比较多啊，我先暂时让可儿拿着。还有吗？好像听见还有他们的声音啊。我只想去看一看有没有更多的。另外，好久没有看见牌子了，是不是在哪里会隐藏那个？比如说，这个栅栏的外边之类的。搞清楚了，我在那边随便看一眼吧。假如要是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前进了。貌似没有的样子。有的话，我估计也会是比较明显，因为它是一个蓝色的物品嘛，在这边可以说蓝色应该算是会比较突出。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令我做一个试验啊。哇，有用吗？好像是没有用啊。好像只会。这个狗或者说猪狗只会被，哎，
这边是有东西吗？刚才我一瞬间看见，好像是没有，好像只会被闪手电筒闪瞎一瞬间。这样，哎，你先翘着，我还有人吗？是没了，得换一下，把子弹上上。这应该是没了，我估计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我们继续前进吧。他们是无敌的吗？好像不是啊。哎，那边的。嗯，好吧。不理我们。这样，这边好是可以跳上去，然后我就知道，肯定游戏会在某个犄角旮旯里边给我们藏点什么，是不是？像我猜可能是跳上去之后，我们这边可以看，刚才我是想开门啊，这边是没有不给我们选项，估计可能是跳上去的话能跑到那边，这样这边我估计是没有什么了，我们直接跳吧。这些箱子可以打吗？嗯，不行，我按了一下鼠标左键，直接自动，哎，那边人好像又复活了。哎，他是怎么跑过去的？我这是去哪儿了？是什么情况？我们还能下去吗？好像是不行了。这个有点不太对吧？刚才我明明在那边是找到了一个隐藏物品，应该是走不过去的呀。太神奇了。